入了超马的大门，你要把人间真情伦理戏码中灵命生命真假理先搞清楚，对不对？你的逻辑才会不会每一步都错嘛，不会 走哪一步都错嘛。为什么走哪一步都错呢？因为没你没搞清楚当然错、啊、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很重很重要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不得不在这边先开门见山的告诉我们所有实修实践的学员，在2020年的今天，我语重心长的要告诉你，在未来的岁月天灾人祸的进展中，很有可能你要面对你个人修个人得的事实。也就是说，在未来的这一年，好，我们已经过了半年，所以未来的这半年以及2011的这半年还是一年，也许好在进展中，你的亲朋好友他在你的生命旅程中他先下车了。如果他先下车，你要搞清楚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一段话。好，也就是说我今天先打预防针给你。说穿了就怎么回事。好，因为人世间的堕落，所以据我所知，天地这一次要真干。天地这一次要真干。这一次要真干呢，我前面所谓讲的人间不乖啊，拖出去一半，后面剩一半就乖了。结果这个言论呢，看起来天地现在就要照这个言论来执行，要拖掉一半的人出来。所以从现在开始到今年的农历年的年底，这个世界可能会发生很多的事情。所以我前几个礼拜我已经告诉你要选边站，好，要选边站，因为他就要执行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你说天地有没有爱？天地有爱哦，天地不是没有爱哦，天地有没有给我们时间？有给时间。这个病毒的疫情在人世间爆发，一月开始嘛，对不对？一月开始到现在七月，半年时间都还算客气的。所以你看到很多的数字、哦、染病了多少人、哦、然后离开这时间多少人，但是我觉得人怎么这么样的可恶。人怎么说，包括有些国家的官员还说，他这个病啊没什么大不了，染疫的人多，但是呢离开的人比例上还是少的。他不明白啊天地的爱，所以他还认为这个事情就这样就咬着牙就过了。但是我告诉你没有过，这个事情还会继续演下去，而且这个事情继续演下去不是这个事，这是其一，后面还有其二其三其四其五点点点，其多少呢不知道，看人世间什么时候会醒。